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整谁啊？茵茵欠钱没有还，帮他还20000可不可以？最先在下面留言的人会收到回复哦。我们真的不是诈骗集团，这不知道骗什么哎、欸，就只能骗他茵茵跑路，然后还钱。哦，对啊。Pola 跟甜甜嘛，你们两个用我的账号问网狗有没有茵茵不可告人的秘密可以告诉我们，认真看网狗会不会背叛茵茵，看能不能揭开茵茵不为人知的一面。那我说没有，比如说茵茵有几个男朋友啊什么之类都可以。好，他大学交过几个，反正他大学，茵茵大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就行了？最好给我矜持一点。嗨，我是 Pola。嗨，我是茵茵。嗨，我是甜甜。诈骗第三集，我发现其实诈骗钱很难耶、欸、所以我们要改变诈骗秘密，茵茵朋友的身份，然后去问他的朋友说，哎、欸，你知不知道茵茵什么秘密啊？然后我们这次是用 Pola 的身份，没错，然后我们决定说我们要再拍片，然后逼他讲出茵茵的秘密。对，如果没讲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继续，就算我们输嘛，对不对？他会不会传茵茵的裸照给我们看？这一集、不会的，就是网狗这样。对，这一集被整成就是网狗，在上一集他是没有回，对，但他刚刚突然回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直接再继续整他。好，我抽啦，直接自我介绍。我是抽。我们先直接用打电话的方式讲啊，好，反正不用演了，啊、反正不用演了，不演了是不是？不用演了。喂，你好，我是 Pola。你好。你在忙吗？我现在在保养车子。哦，那你方便讲电话吗？可以啊。哦，好，就是我和甜甜出门。嗨，我是甜甜。然后我们现在在拍片。然后我们就是想要知道茵茵以前大学的一些秘密，你有什么秘密？我们的任务，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大学的秘密，对，要茵茵现在不在场，但我们的任务是要套出茵茵的秘密。如果我们没套出，我们就失败了，所以你要帮助我们套出一些惊人的秘密，对，很惊人的秘密、哦，对对对，要够劲爆，够劲爆哦！可是我这样会背叛他。不会，我们不会让他知道是谁，我们会剪掉，我们不会让他知道你是谁，然后你的声音会做特殊做那个，对对，会有那个，对，没错，变身，对对，变身。我想一下，惊人的秘密。你可以不要讲只有你跟他的，你可以讲一些还有别人的，这样他就不会怀疑到你身上了。茵茵有什么秘密啊？不可能啊，我知道你们应该也知道吧？不一定、啊，你讲讲看。就是。啊、这可以讲吗？可以，反正我们会剪掉，会码掉那个、如果真的太不 OK 的话，我们会剪掉。就是就他有说他想要玩三 P 这样，就他喜欢，他想要尝试是吗？他想要而已。那他你知道他有试过吗？他有试过吗？哦，我也不知道，还是他有找你一起？那我问你，那个三 P 是两女一男，还是两男一女这样？他喜欢的是哦，两男，他要享受两男哦。还有什么吗？我不知道，好久没。所以只有这一个了。好，我觉得这个已经很蛮劲爆了，我们再去问别人好了。非常感谢你，非常谢谢你，打扰你了，恭喜你，对，谢谢你完成我们的任务，对，好，谢谢，拜拜，好，谢谢，拜拜。茵茵解释一下，有吗？我刚讲的。犹豫了很久，到底要不要讲这件事？我觉得他应该想到很久，只是他不知道要不要讲。对对对对，三 P 吗？嗯、但我很确定，就是两一定是两男一女。就这样。要不要换个秘密？我们再打去问他有没有亲我一点的？没有，那时候应该只是讲讲啊，没可能去做啊，讲干话啦，没可能。谁不想？有人不想做干话？啊，我
我不会想哎、欸。对啊，你不要不会想，为什么？不是讲讲观光归讲观光，想归想。我们就算我讲了，但是我讲回去酒店，但是我没有想过要去酒店这些事情。哦、对啊对啊，就是讲干话，就说好三瓶，因为那时候我们。可是我看莹莹的样子，好像有认真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那时候会一起讨论，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玩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安安，是我大男朋友。然后我们就说，哦，三 P 所以很厉害咯。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那好像也不错这样。莹莹莹，玩狗安安，刚好三个人，可是是两女。可是对，可是他不是喜欢这样，他是喜欢。对对对对。所以、欸、这个朋友真的是好啦，这还好，这还好。可是他有说他这样会背叛你，他刚刚有讲，是我们他有说没有，我们在拍片。他有尽到 YouTube 的那个职责，就是我们在拍片，所以他想要有一个爆点。对对对对。所以因为我们要那个变音厨语，然后 fit 玩狗这样子。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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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在下面帮我们点一千，那我们就会出现下一集，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分享、开单。那之后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